怎么还有一个总选助力呀、啊？哎，哦，要连耳机，我忘了。下午好，等一下，我连一下耳机。这光真的很奇怪，它没有打面光，听得见吗？喂喂喂喂。太暗了吧，我的眼袋都照出来了，我晕倒。这样是不是稍微好一点？没有光，没有光，甚至比有光更好一点。好，突然不突然啊？这不是全员直播吗？都是三点钟。下午好。哎呀，那这样会不会很干啊？因为也没有音乐。为什么都发眼睛啊？咋了？总选孤立。耳机瞬间进入很多，因为每个人都要说话。对哈。好热。坏了啊！尴尬了，坏了。投过票的就会有这个什么总选助理，会晃耶，感觉这个桌子是不是在晃？没有总选，你有呀，在前面。咋了？为什么都发哎？欢迎总选助力 top 七 ，Ricky， 哇，这个、啊，还有这种公告的，感觉很炫酷，怎么有一种坐一排直播？不是坐一排，你知道，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房间，就是一个房间这样子，然后四边都有人，就是一边摆两个桌子。嗨，刘贤。啊！欢迎总选助理同期一只啊五秒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就是他不会是按排名来，就是他不管是谁投就是谁，就直接是同期是吗？吓人，没投票的不好意思说话了。给你投票才会有总选助理。真的吗？是这样哦，了解了，懂了懂了。晚上好，笑死，怎么笑死了？谢谢塔菲的巧克力。那这就很明显，谁给我投个票了，就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是不是？好笑了，不敢说话了，突然有说话底气了。没法浪别人的直播间，这个图标，确实。一会儿不是就是欢迎单推我去直播间，我晕倒，真的好夸张啊，好害怕，不敢说话了，不敢开枪，不投票不好意思发弹幕，突然有点心虚。谢谢是少年娃星空耳坠，还有这个标，就是你们要检测自己有没有有投没投过。哇，那这个对。谢谢瑞克的皇冠比心。那就是我想说，那后期工作人员的那个工作量会不会很大呀？就还要看每个成员的投票榜单，然后再给他们设计这个，对吧？加这个图标。这个刘海好像有点歪啊。删视频太快了，感觉好累赘，为什么？系统自动生成，自动，对啊，自动生成，可是那也是后期工作人员要看啊谁是在这个排行榜里面的吧。谢谢一只阿乌喵的美人扇，删的太快了，确实，但是哎呀，就晚安电台嘛，你知道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脑子不清醒，就感觉会很丢人，然后就删掉了。哦，不在剧场了，我们现在在中心一楼，就那边就是食堂，然后这边就是直播间，可能是之前浪彩的房间，不知道。谢谢思恋妹妹的皇冠。
大型直播间确实，所以他更想看，真的没办法辅导，是浪才的，这你们都看得出来是不是浪才的，就看这背景板就能看出来，背景板都换了，看这世界的48种可能。临时搭的影棚吗？不是啊，就是临时换的背景板吧，应该。前两天有看到在换，背景颜色很像，这都被发现了。这学生总反复，对我还今天还在想，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呢？然后就准备穿一个绿色的衣服，然后结果一开门发现。我们门口挂了两件这个总选服，我就觉得哇，工作人员就很辛苦，对，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放的，可能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就已经悄悄放好了衣服，就想说啊，你们早上醒来就可以直接换上。大哥一眼就看到，真的吗？我都没看到，哦，我看得到，我看到。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，可能我自己知道我站在哪里吧，就是一眼能够看到，但你们的话就不知道。很称职，我觉得是就很辛苦啊，怎么就称职？也可以，我们就是成员自己下来拿呀，对吧？他还要就是每个看每件衣服是谁的名字，然后去找到相对应的成员的房间挂在门口。长度蛮好的，没有啊，这长度就很长，你看它都很翘了。知道我们辛苦，好久没有做，不是你知道，就是那个什么彩排的时候，总选前一天不是有总彩吗？彩排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坐在台下听上面报名次，然后就说哦。那我们是不是没有，就是台下没有粉丝嘛，无人演唱会这样，啊，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的特别端正了？我每年都做的特别端正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平时就不会做的这么端正的，就是做的笔直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那没有被拍到，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，驼背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，这样。对，乖巧。播到5点，差不多。怀疑有人在镜头后盯着你们，应该吧？其实我本来想的是，就是，因为我们之前有，就是疫情期间，就是会有那种，店员，就是，你虽然戴上耳机，但是还是会有工作人员也戴上耳机，会听你在聊什么之类的。昨天还有直播被拍到玩手机了，我都没带手机，看我多乖，老实人，把老实人打在公屏上。这老实人你知道，就是好像可以，其实并不能吧，但是都台下也没有观众嘛，然后其实镜头也不一定拍到这里，但是就还是没有下去拿手机。老师不能，但可以。哎，其实也不可以。怎么说呢？老师，哇，哇，真的有弹幕啊！这个怎么在这个头上啊？还有一条，好神奇啊！真的可以打在公屏上，好炫酷！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不是这个更新了吗？突然更新。拿手机拍 vlog， 对，你也试试看。你的是之前就有的，就是这种飘过去的。那刚才那个是停留在我的头顶上，用鸡腿。哦，天哪，会玩会玩。之前有吗？之前没有，之前是这样飘过去的，就刚刚那个飘过去的，还好。你看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应该也都看到吧。好家伙。有什么区别？老师，对啊，你看，就有的是这样飘过去，有的人是打在上面就停留的。耳机没有放歌呀，我耳机是给你们就是听我的对话的，因为大家都在说话，
就是戴耳机，你们可能能够更清楚的听到我的发言而已。是这样。真的是更新的，而且我今天，旁边挨着谢天一，没有啊，谁说的？旁边这边是晚位，这边没有人。设置一个公告，设置一个公告什么呢？飘过去的便宜点，几点起来化妆？我几点起来化妆呢？12点吧。我睡了9个小时，没有中途醒，今天没有中途醒，但是什么呢？我还是有做梦的，对，只是没有做噩梦而已，而且我不记得我是梦见什么了，也没有睡饱吧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睡更久，我是被闹钟闹醒的，对吧？就是我感觉我今天的皮肤比昨天要稍微好那么一丢丢，昨天化妆的时候都觉得头疼，完蛋了，这脸怎么化妆？这化妆化出来也不好看什么的。对，就没有中途醒，我就觉得很神奇，不得把口袋整好一点，太好笑了，我晕倒。总选助理就是投票就会有这个裁判，对，但愿每天都可以睡得饱饱的，然后皮肤好好的。好热呀，我们这个房间没有空调。明天也要直播，明天不播，好像是分批的，就是有的成员是今天播，有的成员是明天播，有的是两天都播。彩排是一样的，谢谢总选助理特级的无尘剑商。哎，我说什么谢谢啊？应该是欢迎入场，欢迎进入直播间。哈哈，熟练了，有那味儿了啊！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星星直播间。我晕倒，逐渐熟练。来，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个什么呢？你知道我昨天，哎，我是今天早上起来想的。我今天这个光觉得皮肤好好，没有，你看这个痘痘不是还很明显吗？这有个痘痘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早说有这种特效，不得投报啊？那你下次一定好不好？现在知道有这种特效，那就下次一定好不好？那可能有的社恐人士知道有这种特效，反而不投了，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这样？下次一定。对啊，现在送鸡腿，但是不一定会有这种公告。他要的是这个公告，他并不是为了支持你，他只是想要这个公告看起来炫酷一点，你知道吧？有这种投票我都不敢乱浪了。社恐回头都投暗票就没有这种公告吗？开关没有开关吧？不知道呀，换一个特效。单配无所谓，就是，太尴尬了，还好吧，你们习惯就好了。可能刚开始都会觉得不适应啊，怎么这样子？可能之后习惯了，见怪不怪了。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怎么样？话说我昨天。我感觉去年我在台下听发言的时候，就是听到落泪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发言都很棒，然后就是能够感受他们的感受。然后今年我还跟林姐说，我说今年怎么感觉都没有什么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发言。然后林姐说是因为听不清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们坐在台上听大家发言，听得不是很清楚，可能就是
藜麦比较原味，发言声音比较小，不知道呀。我就印象，今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唱了一个好运来，这个发言都好短，没有观众少了点东西，共情了，带入声堂，那倒不可能。哎，来，来呀，坐这儿，但是这儿没有什么光，你要拿个补光灯。啊？你不直播吗？哦，你不直播，你明天是不是？下一波，我带的无线啊，能听见，你来呀，坐这儿。啊？我晕，你不播吗？哦，对，38码的脚，震惊的。对，王二奇。什么？你这什么发言？迷惑发言？我左边还坐的是，对吧？就是说什么，38的名次，然后38的脚，然后会把这个数字印在心中、脑海中什么之类的。这个空调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个空调。坏了，啊，我不知道，问一下工作人员。连麦？为什么要连麦呀、啊？我们不是在答谢吗？答谢粉丝，为什么要连麦？应该跟粉丝多沟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发言平平无奇，什么名次有惊到你，是不是？没看到，气氛场感太空了，名次惊到你，真的就是我觉得，然后我说可能是因为去年的，哎呀，我这个刘海真的太丑了，我自己夹的。你看这个，它是有弧度的，它是哎这样，哎这样。哦，票税！天哪，你知道报48的票税的时候，我都惊了，你知道，真的去年的两倍，太夸张了，真有钱，大家真厉害。第7、第8，差什么？3个神7，确实。今年太卷了，确实。哦。谢谢是少年蛙的浩瀚星海。你知道我坐在那个台下，台下还是台上？台下吧，就是还在跟林姐说，哎，我说的什么来着？然后我说不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情况，然后他说明年就是今年进圈的应该会更厉害。我是这么说的，我说的是因为去年。不是都会很感动什么的嘛，今年就没有太大这样的感觉，是因为去年很多人都是往下掉的，好像是这样子。然后今年都是很多很多成员都是去之前就是去年没有进圈的，就看到那个标嘛，然后都是去年没有进圈的，然后今年进圈的。对，然后林姐说，她说。明年他们应该会更厉害，因为今年这么难都进来了。我说对，确实。谢谢袁立外用你的美人扇。回圈内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看似名次往下掉，但票数已经翻倍了。确实确实，谢谢无尘剑上的星空耳坠。
对，今年总选时间真的长得很离谱，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卯足了劲吧。然后，哎，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说，就是，哎呀，就是我，也会有粉丝就会问我说，在台上作为一个小偶像，看大家就是领奖是什么感受嘛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在台上看着的感受就是，其实每年的感受都会不一样。然后记得第一年的感受是完全就不懂嘛，然后就只是了解，对这个了解一下，哦，是这样子。然后之后去年就是为大家的感动所感动，然后今年就是看着什么。欢呼是他们的，庆祝是他们的，灯光是他们的，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就很想知道，他们在台上簇拥着、欢呼着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就感叹有钱人那么多，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？哎，夏天结束，冬天来了，明年一定。台下没靠背的，看着坐着好累，还好吧？你之前一直都是特别板正的坐着，感觉会有点累。不了，明年一定。B50真的要来了，对，明年加油，对。所以，虽然我发的是昨天，就是一直在说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可能也是会无形之中会有一些压力吧，然后说结束了，感觉可能身心不用那么的紧张，可以稍微放松一点。但是想说的是，那它确实是结束了，但是也是另外的一种开始，对吧？就新的一年就开始了，这样。今年结束，明年加油。夏天过了就是冬天，三合好可怕。确实，一切开始，你结束之后，新的开始。下午好。对。秋天买奶茶的钱留到 B50，不知道 B50 会是什么情况了。不知道 B50 插队要不要投对歌？销量比去年高了80%，好伤心！哇，好像卡了吗？完蛋了，卡了肯定会很丑。现在好了吗？那我刚才说你们有没有听见？我说哇哦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我还在学语说新哇哦呢，太夸张了，不丑，但是一卡一卡了。自从犯了河，已经一年没有喝过奶茶了。再说一遍，没听到。卡了都不挂我，不行，杰 森表情包，别，肯定很丑，很卡。对，大家加一加，青龙会6848173九6848173九，谢谢小小晴的香水。谢谢 ILNWEL 的浩瀚星海。你知道我昨天还很感慨嘛，就结束，我不是一直在就是那个啥嘛，然后娜姐就一直在安慰我，特别好笑，但是她安慰的就是点，又不是我的点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娜姐她就是我的开心果，她说什么都觉得很好笑的那种，然后。
然后他安慰我，然后我就说不是不是，然后他说那是什么呢？我说我就是只是很感慨，然后他说感慨什么呢？我说就是这是很多人的青春这样子，都宣传一下应援会。又卡了吗？天哪，我说这么多话都没有录进去。不卡吗？听到了啊，那就好。弹幕卡。人嘛，生活嘛。对啊，青春啊。但是我就觉得还是蛮好的，就是这么多人的青春都是在一起度过的，包括你们的青春，我觉得也是有在一起度过。青春啊，青春嘛。我晕倒，你们是复读机啊。哎呀，可是你知道我最生气的一点就是我妈太过分了。我在台上想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她我都没有拿手机嘛，因为然后就看着大家各种等到所有人都走完了，然后我们对才拍照，拍完照就看着大家各种合影什么的，我就在旁边坐着，然后就是不是会有飘的那种叫什么来着，彩带，飘的那种纸嘛，彩纸，然后它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，我都会伸手去接，哎呀妈呀，好感人，伸手去接，接住，然后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儿撕纸，晕倒，然后我也没有玩手，我也没有带手机过去，我就回来了之后，我就拿着手机看了一眼，就看到我妈给我发的。说什么？我的头发像30岁，太丑了。说这是，我就很生气呀，气死我了！我说什么？自己女孩，真的不想理他了。感动的点很奇怪，很奇特。不啊，就是。不是很奇特，是有可能我怎么说呢，我当时的感动我现在已经不能诉说给你们听了。对，可能我当时如果在台上我有手机现场跟你们聊天的话，发文字的话，我或许才能够说出我的。你知道我昨天上场之前我不是挨个鞠躬放就是念名字然后鞠躬嘛，然后上场之前我还在拍胸口，就是我们老师舞蹈老师他过来说你在紧张吗？他问我是不是在紧张，我说我没有紧张，我说我是在打嗝，我说我有什么好紧张的。对啊，因为就是怎么说，说起来心酸这种东西就是应该能够猜到吧，对吧？然后我就看到我旁边是我前面一个是第一个是林姐，然后第二个是娜姐，然后第三个是我，然后我后面是水水嘛，我就看到水水蹲在地上，然后就怎么说很紧张的样子，然后我就拍拍他，我说你怎么了？我说你是不是很紧张？然后他就是可能怎么说怎么描述呢，就可能是挤出来的一个微笑，说啊没事没事这种。戏就来了，对他真的很紧张，但我又不知道说点什么能够帮上忙，你知道吗？就只能拍拍他，让他别紧张，然后问他就还好吗？这样。工作人员拍拍画面。散场之后没有我们的视频镜头，
但是老实讲，我散场之后，我也没有太找到我们的人，我们的人都有点分散。就是一般来说，都是结束之后会立马队内，就是整个队拍合照。但是昨天我们是等到最后的时候拍合照的，可能就是每个名次他会拍那个，什么高飞组、星光组那种小组的合照，对，20出头的票数，去年投了神七了，去年也是，我喜欢插队三个神七，对，谢谢是少年画的浩瀚星海，就你知道谁谁在旁边可紧张了，然后就说，就跟草哥，说就他们俩打了什么之类的，就希望都能够进吧。前面拍照了好久，心态呀，搞事情天天。对，神七之争变成了插队内部竞争，确实。水水还小，油腻的话就不紧张啊！不，我不是，我现在又不紧张，对吧？而且我当时也不紧张呀。对啊，难道会突然天降一个什么吗？谢谢逍遥小道一的星空耳坠，二三四的顺序，对呀、你知道，特别搞笑，就说今年的看点原来在这里，就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顺序，就105多的，谢谢我是一只穿山甲的蟾蜍。紧张会引起打嗝，这 想都不敢想，什么想都不敢想。所以，那你就是，可是你们不会觉得就是有这种未知才会更有意思吗？对吧？像今年就是也有很多成员都是之前，就是去年没有进圈，然后今年进圈了。就很想知道，就今年看到今年的情况，就很想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明年的顺序又是怎么样的呢？很刺激，对吧？确实挺有意思，对吧？逆风翻盘，所以总选才会想要看直播，捶胸顿足整晚，这么夸张吗？对，昨天他们还在说吃饭的时候，还在说问，今晚，昨天的时候问当天能不能睡着，确实，其实是已知的，是已知的吗？没有，你知道，我问水水说，我说你紧张吗？他说不紧张，他说其实已经。尘埃落定了，我说那你知道情况就已经知道结果了吗？就不知道结果呀，对呀，就是不知道结果才会紧张呀，对吧？谢谢吃豆腐的却咸吃，找我的镜头，找我的镜头，你找我的镜头，我晕倒，这结果肯定不能提前透露的。紧张还是太在乎了，当然在乎了，每年都会有一个新秩序。原来北八好多人今年重新进圈了，但是也有很多人掉下去的。明年不知道会不会这也这样，不知道呀。票数是能算出来的，大概票数，就是我不会算票，也不知道怎么算票，反正就是，那你看，主要是今年的。那个报的那个名次，就是又有周报、周报，周报都报了这么多次，对吧？就是也那个
这种周报什么的也能看出个大概吧，只能说看出个大概而已，但是还是会有变化，对不对？真其实已经出了，就是自己不知道，确实。找自己推的镜头有啥奇怪吗？啊，不奇怪，不奇怪，就是比较难而已。我只是说比较难而已，没有说奇怪的意思。现场吧，学会怎样跟圈钱了。实时播报，天哪！而且你知道，我昨天的时候看到还在想，工作人员会不会已经知道情况了？因为他还要更改那个特效什么的，对吧？感觉工作人员也会很辛苦吧？对，整的和选秀决赛夜一样，就是啊，差不多29万左右，卡位播报中，哎，搞人心态。具体数字就不好说了。对啊。一般你们都很知道财富密码。嗯。晚餐也吃不好。大巴车都是卡位不保，真的吗？改一下名字和照片。嗯，是这样。确实，去年的前年，我有点不太记得前年了，有点时隔久远。去年真的是就在台上，就在台下数，说谁跟谁是 CP。今年也是差不多，就会问，啊，谁跟谁是 CP。CP 起飞。而且我还看到有，哎，这样说不太好吧。今年还有不少年号的。磕得开心，磕得开心，还好吧？我觉得我并不算很能磕的那种，你知道，能磕的跟我说啊，谁为了跟谁一年号，然后怎么样？我说你这完全是老补嘛，就是小偶像。我说小偶像，就是在台下讨论的时候。就是说，我说你这完全在脑补嘛，就说那磕的话就是这样，就是靠脑补嘛。我说啊，那我这脑补不来。没少脑补，我晕倒，硬糖就停。哎，脑补不来。希望明年我可以拍 vlog。虽然，哎呀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拍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觉得。每年经历的时候，就是，感觉就很正常，就很正常，就不知道有什么拍的点、看点，就是拍，就是普通的 vlog 这样子。希望明年能换个视角。对啊，就是说，假如说，啊，现在在做梦啊，现在做个梦，就是假如说明年可以换个视角的话。会不会就拍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和状态，然后拍不一样的东西？不知道，金字塔视角，那打扰了。你又来催了，
又来催了，又问我 B 站什么时候更新，我更新难道不勤快吗？为什么要问我什么时候更新？更新了你再看。今年 B50 要拍。哎呀，但是 B50 我也不知道拍什么，你知道去年的时候，两位还拍了，就是 B50 后台大家化妆包什么的，我在 B50 后面一直在记歌词，我好怕我上场会唱错台，唱错歌词，就很尴尬，对吧？就毕竟因为是大家辛辛苦苦用钱投出来的歌，万一有什么搞砸的话，就是。就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拍 CP 开始开头表演节目带上，开头表演节目带上什么？又没有总选那么紧张，这紧张的地方是不一样的，找不到你镜头样子，对，就学会了，就以后就只看前方，哪都不看，就只看前方，搞砸印象更深刻。确实，你知道。今年就是昨天有人上台领奖的时候，然后在台口摔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谁说了一句，他说这一摔就要摔进鬼畜里面了，就是可能会更有看点吧，不知道。美甲，采访队友，严肃时也需要活泼的。谢谢叉叉 SPA 的奶茶。哎呀，没看到有的，可以随便聊天吧？对啊，我们在台下就算聊天呀，不然你要怎么度过这漫长的这么长时间呀？好运来摔的。蛮不错的，谢谢吹奏部的星空啊，对，看起来很乖的样子，是衣服的原因吗？很乖是什么？是头发的原因吧？难道我平时不乖吗？房间有点人了，我台下吃瓜，对，你知道，在台下的时候他们就在。就是在开玩笑嘛，然后说啊，我怎么样，我说哎，我说了一句什么，哎，我忘了我说了是什么了，然后，谁说了一句，叉都是历年都是这样子，都是会就是这种脑补开玩笑，可能我还是太正经了，正经人。就只看看 CP， 感受一下时代的变化，脑补。你们在笑什么啊？哈哈哈！我说了什么很搞笑的？哦，正经人有什么搞笑的？看 CP 并融入，怎么融入啊？这还正经？这难道不正经吗？就是正经的看待啊，又不是。斗牛士，哇，台下看到的都是背影，什么？对歌抢 C 位更鬼畜，平时也乖，头发好妹妹。哪天不乖？就是，哪天不乖？正经人看 CP 并且脑补，我没有脑补，就是我没有脑补，所以感叹他们的脑补呀。正经看脑补，哎，这有糖可以和我们一起磕。关注哪个 CP 超话？正经人连 CP 都不看，那不可能啊！那问题是，那就充斥着这个，那你不看就放在你眼前，你怎么可能看不到呢？对吧？你闭眼，
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这几个人都很搞笑话。顺个胯对 CP， 我顺谁？你给我拉凉，拉一个。太好笑了吧？哎，我在台下的时候我还说谁来着？哎，我忘了。甜度过高了，送到嘴边的糖看不清。哎呀，不要啊！表情包，请大家帮我截表情包的时候截个好看的表情包啊！可以可以，欢迎大家安利和杨青青，就是不要防安利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假装是在安利，其实是在黑我。我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大毛衣。无语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自己就是大毛衣，好吗？拉倒，啊不是拉倒，无语，你们迷诉我真的无语，别了好吗？别给我搞这种。黑妆粉。好看就不要表情包，好看不要表情包叫什么？科不在一个频道了，什么？两人聊天就不是嘉宾通话了？什么呀？我都没听懂，叫美图，就是安利不就是要美图吗？啊，就是要美图，什么我你死我活的，无语。聊这个我就不想聊了，告辞了，朋友们。你看你们的那个点跟我，你们的想法跟我想法都不一样啊！你们觉得那种丑图才能吸引到人，才安利。那我就不觉得，我觉得就是丑图，就是在劝退粉丝。对吧？然后你们觉得我是什么？觉得我是什么？我就不说了，那个数字啊。那我跟你们觉得相反的。那这怎么说呢？对吧？搞不拢。然后什么？粉丝倒是不会因为表情包被劝退的。我不是浮夸的人，哎呀，我都热了，真的是，学谢天一，太好笑了，戏份还是得漂亮，就是啊，就戏份就是得漂亮，什么思维？没有表情包，对，有人来修空调了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都给忘了。啊，对，我可以模仿别人，我喜欢模仿别人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很有意思。哎，我今天没有涂睫毛膏，显得好单调啊，这个人。没找到我睫毛膏。对，穿长袖，模仿达人，有趣的灵魂表现，搞好玩。模仿笨，复方汤剂是什么？科学的。模仿别人的表情包就不怕丑？不行。模仿业主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这不会被打吧？哎，谢天英，啊？不卡呀，坐这儿，但是它这里可能没有光，你搞个灯来，你自带光，不卡，哎，我哈刚才卡了一次，真的卡，我这还行，你就坐这儿吧，但这里有点热，谁？谢天一啊，哈利波特，确实有点暗。变成别人的样子，我为什么要变成别人的样子？我就是我自己，我就是我，是
什么不一样的烟火，我们自己的歌词了。好呀，好，快来哦。谢天意要坐旁边了，坐这坐这。对啊，我邀请妹妹们可熟练了，我小的时候都是邀请妹妹们去我家玩，邀请他们坐我旁边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先一起直播，为什么要一起直播？是哦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妹妹拒绝你什么？卡了吗？什么？好久不能来看插队公演了，江苏好像是来不了，就是疫情。说到这个也很是让人生气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生气的，就是没有想到，谁能想到呢？现在还在受疫情的困扰，去年那么严重，我们的，哎，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呀？就是我们的总选。是吧，还是开了，然后台下是粉丝的，今年就是无人演唱会了，本来今天也是握手会的，就是回家过年。对，还在问我呢，问我说今年回不回家就不一定，如果疫情没有就是没有很好的话就不一定能回去，但是我如果今年还不回家的话，就是第二年不回家了。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 婚前干的控制，总选握手变剧场握手。今年这阵子，对，不习惯吧，对吧？有几个地区来不了。15号会不会受影响？应该还好吧。什么？已经要两年不回家过年了？不然过年还在家过。8年没回家，我的天哪！这里网不卡，对吧？3年不回家，大家怎么过年都不回家了？周日下午公演就好。难道不是周日，周日下午吗？是晚上是吧？3月15号，好不容易时隔一个多月，没有一个多月吧，3周，大概有3周的样子。周日晚上，本来是下午换了晚上。多年的习惯了，确实。把口袋当家，口袋我是把口袋当家呀，但问题是你们不能跟我一起欢呼，听不见你们的声音，你们只有文字陪伴的我，你在家里欢呼着，跟家人一起庆祝过年，然后在手机上看看我直播，然而我孤苦伶仃。没买到票哦，好几年没回国了，哎，只关注一个入单推，你可以看看我，我怎么看看你们？你们可以看看我，好热呀、啊。狼人杀，你是说现在来玩狼人杀吗？不，要不是平时的直播，我都说了，这是什么总选答谢对吧？就是答谢粉丝的，谢谢你们为我投票。
谢谢你们。所以你们有那个什么炫酷的出场也是正常。平时也没玩狼人杀吗？玩狼人杀不是很厉害，带网都取关了，为什么都没有关注骄傲吗？只看星星一个。别了，不是别了，就是，怎么说？我都看到了，真的很容易能看到呢。你厉害就不跟你玩了，谁是卧底？海龟汤，不很有意思啊，我觉得很吓人。我觉得我不想参与这种东西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你讲鬼故事，可能鬼也爱听。所以你知道我玩那个剧本杀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什么碟仙还是笔仙来着，哇，我都不想参与，我说我能不能不参与。他们都要说要走个形式，走个过场，我都不想参与，我觉得哎，有点老。七月了，我被吓到，对吧？好像，七月半了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中元节确实，我知道，我今天还看了日历呢，啊不是啊对，看了日期，看日历，你这个漫画是在搞笑的吧？中元，不是你这刺激，你是刺激了，我不行。对吧？哎呀，我们之前在讲什么来着？怎么扯到这个上面来了？话说，我玩，算了，不能说这个。狼人杀，狼人杀，扯哪个不是扯？就是扯点阳光向上，阳光一点的，扯这种我就要删直播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想，今天不想上直播，所以就不要聊过多关于这种的，扯点阳间的，对对对，打线直播不能删。你说模仿叶总，我刚才还说了，就是我们彩排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有人说，感觉叶总保持这个姿势俩小时了。一直看他这个姿势就没换过，他就一直这样，一直在旁边这样站着。没有靠墙，就是这样，就看大家排练，这个气场，不知道哎。这个姿势是表示很有气场吗？或许加一点动作会更有气场吧，就是这个很凉了，我学的是天会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手像教导主任，确实真的很像教导主任，比较舒服。拍照环节很油吗？就之前小树模仿天会，就是然后这个然后我看到之前看磕一个 CP， 然后他们可能比较有钱，然后他买东西就是说啊，我说这个不要，其他都要。我晕倒，把一只手抬起来，一只手就这样
就下巴要扬起来，然后呢，手要撑起来，这样。模仿人能抓重点，学到神韵，娘娘的，就是很娘娘，也不是啦，就是，哎，我脑补的很娘，就是我脑补这个姿势就是很娘啊，不然你不然就是哎这个有，那很没有意思，你觉得吗？就是那个娘娘的，这个不要，你不觉得好像就比刚才有意思一点吗？认吧，不屑，我不会不屑，这样算没有光，这个光不好。让我比个耶。好，谢谢。还是要被拉黑，哎，反正你们就互相督促一下，好不好？看到有人发我丑照了，就把他，就用一个好看的照片把他刷下去，或者警告他，黑粉来的吧？开玩笑，我没有黑粉。刚才截图了，喜欢自己欣赏。哈哈，不行，没有，开玩笑，本来就没有人安利我。欢迎鼓励大家多多安利好吗？不要被我说怕了。嗨，娜姐，我没有拿。卡了吗？卡了吗？还在逛呀。经常安慰我。琪琪你好漂亮。哦，梦姐你很漂亮。谢天一。怎么了？就很尴尬，互夸你知道吗？没有。就是没有夸你，所以你嫉妒了是吗？谢漂亮，真漂亮啊、哦！我知道，我不夸你了。那不行，哇，你的表情多到我差点不能模仿了。我刚才还准备模仿一下你的，模仿不来的。我可以同步模仿，好笑了。好姐姐，出去跟我玩吧，玩嘛，好吧，劝退我了，朋友太多了，我没有朋友。你们听得见他说话？一个妹子聊天就什么就卡，啊，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我就不能跟妹子们聊天，对不对？毕竟这就是一个答谢粉丝的直播，不屑闭眼呐，太好玩了啊！我晕倒，能不能行了？别卡了，咻，一定要截下来，只听到清楚。好，来坐我旁边，搬个凳子过来。可以吧？我坐在哪儿呢？我这儿。不行。我看我哪儿的光线稍微好一点。我在这儿吧。我又搬回了原位，周围的东西抽了吧，还好，不是你能听内容，确实电波比较大。太难了。教学跟如何跟妹子聊天，不会，我也不会跟妹子聊天，不然我就不会。琪琪，你说你什么？会跟妹子聊天？啊，对呀，他们让我开那个教学，怎么跟妹子聊天？我说我根本不会。琪琪不会。今天会的话，至于是
所以就是没有朋友。就不是像我教你，我教你怎么聊。啊，娜姐要教学了，娜姐要教学了，你教吗？怎么聊？鼻孔看着还行，你真行啊！你谁鼻孔不是俩圆的呀？就是跟妹子聊天嘛，一定首先有件事情要掌握一个技巧，技巧是太主动，不能太主动，太被动，不能太被动，那怎么定呢？就正常就好，正常人。我不正常的话，你就感觉对的感觉不行。那到底要怎么样呢？又不能太主动，就是，又不能太被动，太正常也不行。我没说一样。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跟小姐聊天一定是要属于像放风筝一样，说说话。放风筝了，放风筝开始了。完了，他们说你最不缺人。我。亲亲，你不会真不缺吧？没有，我缺呀，我都没有朋友了，我都。我只有娜姐这个好朋友，娜姐是我的好朋友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但娜姐最好的朋友也不是我，是菲菲。如果你可以，娜姐朋友也好多。我朋友不多，我没有朋友。又开始聊天，跟妹子聊天是怎么样的？就是一定要是收收放放。收收放放。比如说，你对这个小姐姐觉得，你对那个小姐姐非常的觉得她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奶丝。莱斯想跟他接触啊，你首先你要先稍微主动一点，抛出橄榄枝。怎么抛？说到重点，怎么抛出橄榄枝？就是你要先，比如说你先说，哎，你要首先要主动一点，你不能很被动。谢七七是那种很被动的人。确实。就是你不找我，我也不找你。对呀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种人，你知道很多人的想法，所以你缺失了多少？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我缺失了多少？我要那么多干嘛呀？你行？什么呀？就是你推拉大师，就是你前期太好笑了。被动怎么办？你啥呀？那所有的欢心都解放出来了，被动能有欢心吗？大老爷们儿还能主动的让人家小姑娘出来？小天涯。来听课。我们听课，我们在教导大家如何向主动的姑娘出手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是的，就是别说被动了，啥玩意儿，就一定要自己主动。你自己不主动，还跟那小官搭理你吗？啊，一定要自己主动。对，你自己主动了，然后你看小姐姐们的感觉，对吧？所以你感觉如果对她，就是对你们就是有点那个，在做生意吗？你不是做生意，是先让我做个生意可以吗？你要做啥生意？你要坐过来吗？搬个凳子过来。我就是来做个生意。嗨。哇，你这个镜头里面好好看哦。真的吗？比我的好看多，我的好黄啊，他这个好白。哦。哇，他这个镜头好清晰。咋了？突然来看我。请你说出，我要说问题。啊，问我一个问题。说出我的三个缺点。你的缺点？对。眼睛太大了。跳舞太好了。然后哇，太乐于助人了。大家说的都差不多。对啊，这说明真实，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。这是我的共同缺点。对啊，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是这样的人。我也想有那种缺点，眼睛太大了。这是我的共同缺点。你瞅人的视线是不是就不一样啊？就是比如说你瞅的，你看别人的时候，你的视线会不会更宽阔？视野是会更宽阔一些。据说是这样的。好羡慕，这说明是真实的，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说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这样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钱骗到了就是你。啊，钱骗到是什么？你这是个骗钱活动。抓点紧吧，铁子。咋了？咋了？要七夕了，抓点紧吧。抓点紧干嘛？抓点紧就过七夕啊。你要过七夕？不是，我说大家，我说铁子们，你们都快过七夕了，抓点紧吧，主动向你的就是那些什么，就是抛出橄榄枝了，好吧？就是他们都没有，没有还要抓紧有吗？没有七夕，他们没有七夕。眼睛大的人容易不，他们的七夕要跟我们一起度过，对吧？我们肯定会开直播的，请大家共同守候。对不起，没有橄榄枝。谢谢客人的七夕快乐。你咋知道？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就是想当然了，就是怎么想当然，就是我觉得我没有，就觉得你们也没有。
来呀。啊？那是人家没有吗？人万一想吃了呢？穿点紧吧。你瞅人家冉薇的粉丝，你都能吃到喜糖。对。上次都吃到冉薇的。那不是喜糖，那是孩子抓周的。那孩子都出来了，长长鸡蛋。那个穿的是啥？穿的是衣服。对，你们。啊，对，娜姐，他们说让他们过七夕，我就没有粉丝了。那谁来看我直播？我呀。娜姐，这是真心话，他们可能都想把你。想把你们骗走，然后让娜姐一个人来独享我的直播间，知道吧？就是霸道的，我管他呢。好笑了，我真的，在这儿等着呢。都说很卡。我还好呀。我太生气了，看到直播的声音。来。小鹿，糖果吃饭。小鹿，耶！还有七次，可能我只是个备胎，我只是个备胎。大姐，他们说你暗恋我，然后说你有菲菲了，我只是个备胎。那不行啊，那我是那么一碗水端不平的人吗？一三五二四六，我差一天自个儿待着。他要端水，他要说端我和菲菲的水。你搬个凳子。小鹿搬个凳子过来坐，对啊，站在那儿，搞个凳子过来坐。就算是备胎也是第，他说就算是备胎我也是第一位的。没事，那就是你好的很呗，但你太担心了。太担心了。不可能。谢谢阿姨，阿姨们不要担心我的身体，你们要担心青青和菲菲的身体。我肯定有担心的。什么迷惑性发言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小鹿，小鹿，你昨天贴贴都没有跟我贴贴。小鹿，你跟谁贴？你跟我贴贴了吗？你啊，在我这里没有。都不要跟我贴贴了，你不爱我了。我这样显得我额头好了。哈哈哈。上面。上面和下面都会拉伸的，真的。小鹿，我想贴贴你，照死贴的那个。照死贴，来一起贴，大家一起贴。哎呀，好笑了。小鹿，你瞅他脸儿，真是的，我感觉里面就备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们说我们是 double 海王。谁是海王？你我。我不是啊。我也不是、啊。你也不是啊。小鹿怎么是海王呢？小鹿只喜欢我。青青呀，咋好笑？看你贪喝了呗，青青。啊！哎，笑的我眼泪都要出来了，这个空了，我喝没了。相互贴出个脸印儿。哦，你刚刚说什么吗？嗯，小鹿喜欢他，那我三号线让他走了，你在那里面等着我。好嘞，来，你站，你站，你站，让我们三个一起坐。对。耶。哇。可以一起直播了。好，我们要不拿个那个什么东西放后面？我想知道谢谢是少年蛙的浩瀚星好朋友们会这样贴贴吗？其实我不贴贴的，但是我昨天贴贴了之后觉得，哇，贴贴是这种感觉呀，哇！你真没有跟人家贴贴过，哦、你好棒啊！哎，今天正好要跟你。我昨天跟天草贴贴了，然后我就是觉得，哇，这种感觉，然后小鹿都没有跟我贴。这不会生气的，不会生气，我跟天草没什么。
不是，你们天天是这样，你们贴的都贴的太优雅了。太优雅了，你要怎么贴？这样贴。你要把脸肉就挤成挤变形。他们说，男性之间贴这个真的很奇怪。不奇怪，不奇怪。你看我们小鹿就不奇怪。大姐，啊、哦，我们三个。那我手短。只能到这儿。我觉得不行不行不行，今天的手臂不够长，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。怎么不够长？开玩笑，哇，太开心了吧！不是吧？你们想要什么？完蛋了！这些海王特征，这个房间好热呀！这个房间好热，是不是？哪边都很热，其实。是吗？我感觉手机拿那个亮度调亮点。我太亮了。确实，我也要那个调亮一点。谢谢夏侯林，控制不住的。潘老师，我也吓死，我怎么了？潘老师怎么了？今天那个后槽牙的，我看见了，笑的，确实。对，一般。太开心了。这种情况的话，我就那个。来，要不要？来一行，在我腿上躺着。佳恩，佳恩，你在我腿上躺着。这是谁呀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其实你看手臂不够长了吧？怎么不够长？你看佳恩露出来，你看这，你看小鹿的屏幕，这不是我的手在这儿呢吗？手怎么不够长了？手可长了。那你整修去了？比如说昨天你们是不是也很好看？对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注意屁股，注意屁股。以后我也要后背一个。注意屁股，注意屁股。动画。手这边就是，真的是有点晕。还好，欢迎你加入混乱之中。把亮度调高一点。我也把亮度。对，不然看不见。你坐上来了吗？屁股小。好。大家积累积累的朋友们，我已经说累了，我跟他们没话可说了。啊？那不玩个游戏吧，就不累了。来玩游戏，快乐了。你被小树感染。来，好姐姐，好姐姐，玩游戏嘛。对呀，就是。好姐姐，你要告诉我吗？告诉我嘛，告诉我嘛，告诉我嘛，告诉我嘛！哎呀，琪琪真可爱！哎呀，小鹿也可爱！哎呀，大姐也可爱！哎呦，大姐！哎呦，真是！太好笑了！真的太对了！男的贴了感情就变质了，男的贴贴也行。变质就变质呗，走了。不在。你看琴琴的表情，琴琴怎么了？琴琴上那个就是那个 KTV 就是唱。KTV 咋了？我看你刚刚怎么跟叉叉说话吗？叉叉。空的空的。啊，就刚刚就是这样。不在。哈哈哈哈。感觉。就是你们要记住，不然你们男孩子之间的感情会不会有那种，比如说大家一起牵手上厕所呀，一起贴贴呀，一起抱抱啦，就是很高兴的时候把一个人公主抱啊，你觉得这种可能情况比较少吧？男孩子啊，你们兄弟之间不可以抱抱吗？兄弟抱你一下，说说句心里话。好笑，他们说男孩子不可能，我们俩就是可能，对，我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对，对，世界的四十八种可能，对，啥不可能，典型可能，点题了，点题了，可以抱抱，不能亲亲，最多摸摸肚子，摸摸肚子，这个摸肚子算什么？你们为什么都要摸我的肚子？因为你说你是不是现在俩人的，一个小鹿的，一个我的，
假人。我别，不是人吗？我不负责。真实的海王发言，不负责就来了。哇，那我跟你们两个海王在一起，我会很吃亏的呀。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喊嘛，大家一起喊。对吧？加入我们，打不过就加入。对，打不过就加入。哇，你这个角度好神奇，上下巴都出来了。这个直播间怎么跟别人直播间画风不一样？确实。因为这个直播间很单纯，主动高级。我好想，我可以把它横屏吗？可以啊。那横屏的话，他们看就会。你看住的话，应该这样看。哦，确实。那我就那怎么办？拍不到三个人。但我想知道，没关系，三个直播间。大家如果是海王的话，海王好的吗？我不是。你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心吗？我不是，我不知道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叫控制自己的心是什么？就是。你的意思是说海王就是更容易心动？不是，海王是我心动了，我也可以不心动。听不懂。那问题是我就不是那种会心动的人。青青，你对我的感情是什么呢？我是例外。那你对我的情感是什么？救命啊！你看，我还是技高一筹吧。小蜜，看不出来，要你。啊！天哪！心动了没有，青青不是心动，是胎动。什么？救命啊！翻白眼了，胎动什么东西啊？挑战失败，天哪！小鹿，你可以做那个挑战了，心动挑战。就是你挑战别人对你心不心动？我你可以做还挺冷漠的。我也情话挑战。我非常冷漠。我也很冷漠。那你太会了。这要反串流氓。对呀、啊，你谢谢有被游到，你说的都说我都听得懂，我本来都十二岁都不用听，不用写。对呀、啊，我都听不懂，他们都说的太成年人。啊？没有呀，没有呀。你都是小朋友。对呀、啊，不，小鹿是老师。网卡是不是 cosplay 而已？确实，哇哦。对，我们在玩啥呢？这么开心？别嘛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什么不要走？他说，他说我听不懂，就是你们说的。我听不懂。左拥右抱，对啊。哎，这就是真实生活吧？但愿我天天如此。哎，你们没有看到那些网上他们的照片都是这样吗？就是很娇羞的女生都。哎呦。我什么褶子都要出来了，我为什么要来？我可是老师，老师在上下看着。哎呀！琪琪，你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情管理。琪琪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情啊！琪琪，你太认真了，你还左拥右抱，像我这种人都是蜻蜓点水。人生赢家什么蜻蜓点不行，一般人一般人哦，一般人就是藏在自己那种人怀里面。人怀里。我看人照片。哎。要五个脸，你知道吗？五个脸，给你们摸摸。摸摸，哎呀，你瞧，琪琪的嘴都不够张的，你知道吗？嘴长一个都不少了，你知道吗？寻思多长几个。人生赢家，对我就是人生赢家，请把人生赢家打公屏，人生赢家，哇哦。哇，我应该就是把这个作为封面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等会儿结束，吸引更多人进直播间。对，我们等会儿结束，我们就拍一张照片，好吗？青青是人形抱枕。青青应该坐这儿，然后穿个那种西装，戴个大金链子，然后所有人在旁边。哇，蛮不错的，一排。很成功吧？真的，下次青青那个直播的封面，你就应该写。大家猜一猜，今天是哪个小姐姐在我的牌？放了哪个牌呢？我发谁的牌好呢？你知道？思考一下。你知道皇上怎么发牌吗？皇上给我一个这个榜样。然后开始宫斗。哎呦，这个娜姐姐最近身体不太好，要把这个牌拿了吧。娜姐身体常年生肖。
常年吃不消。你刚才不还说你吃得消我们吃不消吗？吃得消，是这样。亲亲，哎，等你，你把那个手机往下一点。哎呦，我可以旋转。怼一下后面，怼一下后面，后面把它往上怼。我来。啥怼啊？不得了，我给你们看。看啥？皇上发财怎么样？一排。哎，一点。嗯，我来。快点，就是怼一下。可以。独坐答谢握手，写作宫斗。什么？独坐答谢握手，写作宫斗。确实。女人也够少的哦，那确实。亲亲，你太差了，怎么会只有两个妃子？还不错不错，满足了好吗？有一个还是你的兄弟。感觉起码还是有的。在女团里出现了两个男人，起码还是有的。我刚才还说我没有朋友呢。兄弟变妃子太奇怪了。不奇怪，不奇怪。不奇怪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只见他种可能。又来了，点题了，世界的48种可能。对，不奇怪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透着苦涩，怎么透着苦涩？对，确实啊。泰国宫斗剧，他说。泰国。好笑。泰国宫斗剧尺度这么大吗？兄弟是来翻牌子的，兄弟是帮你选妃的。我兄弟是在你被抛弃、被放弃的时候，把你的女人也抢走的那个。我刚还跟小鹿头靠头，因为啥？那我就什么？我看第一排的老太太，那我一定是独自 solo 啊，是不是？我年轻的时候在四八没有。现在给你这个机会，搜吧，搜吧。Yes, solo。大姐敢唱，别说领唱了，我跟您说，领舞都行。大姐不得了呀。对啊，不得了，我跟你们说。大姐，杂技团第一名。很火呀。很火。哇。这样。哇，那你们好。走钢丝下来。好棒啊！好配合，我出策划，然后你出口才，出文案，然后你出那个表演，出那个杂技，完美。我老了，在广场舞的大家都过来给我投投票啊。广场舞还是要投票。一枝花，第一第一名。对呀。确实。然后我一枝花第一名，独自成团。哇，你们俩叫 Luna 耶，我哪来拉男？怎么已经开始扯臭东西了？我们俩合适吗？你怎么会你如此主动？我们俩可都是你的女人，你给我们俩拉。他们说的，不是我拉的。你看他们多过分，把我踢出去了。我左拥右抱，然后他们把我踢出去了。该单身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活该单身？那怎么会把我们亲总踢出去呢？我不像亲总，亲总是亲玉文。哦，那你是亲不是啊？少爷。亲少。我晕的，好笑了。我们何阳少，何阳少，何阳总，永远不会有人跟你撞，你就是何阳总。何阳总，何阳确实何阳没有人跟我撞。何阳总，何阳总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何阳不愧是我的男人，都不会有别的人跟你撞名。我觉得他这个名是青青刚来的时候，青青八百遍。我幸福。你姓啥？我幸福。他姓幸福。哈哈。哈哈。后宫太久，那你现在挺幸福的。我说我问他八百遍，我说你姓啥，姓何，我姓何。后来我又记不住，你也知道我那个脑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没有发现我姓何。啊，你觉得我姓何阳？对，大姐的脑子，真的一个问题给我八百。然后我问完之后，菲菲都生气了。菲菲说：“人家说八百遍，人姓何，姓何，自己说姓何阳。”然后我就觉得带这个何阳，我觉得是那种一听就那种小说里面的那种。小说欧阳。什么上官？对对对，端木，很怂的那种，所以是上官婉儿。哇哦，很适合你。我脑补你的那个古装的样子了。程咬金，我程咬金。孟奇，你人都不是。救命呀、啊！我重回。哪有人自己
你说自己猪八戒，猪八戒，包包包包包，娜姐可以更好的。我是啥呀？娜姐是。我是，那我就是西施吧。花，花花木兰吧，怎么样？花木兰。花木兰可以。花木兰。河阳也是。花木兰，花木兰。花木兰，或者我玩那个也行，玩那个。钟无艳，钟无艳不行。钟无艳有点就是铁吧。都是肉啊。挺肉啊。河阳鱼他们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？他们可能卡了吧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卡了。没卡吧？听得见。你们听得见他们俩说话吗？那姐笑起来，笑起来好可爱。是因为眼睛小，哎，我其实很想说话了，就是我感觉大家对瑶都不是很好，但其实瑶这个角色真跟我很像，瑶很好、啊、又叫瑶，然后她长得又是个黑，又是只鹿，哦，但大家都觉得瑶不好，很漂亮，好呀好呀，她辅助我，不行，我是猛男，我要猛猛冲，你要当没法辅助当刺客，瑶就跟着辅。跟着刺客呀！那是我最喜欢的那个。但是我要猛猛冲！我的本命就我一直在用的是扁鹊。我喜欢伽罗。哦，伽罗我用的。伽罗很，我觉得很难啊。但是我昨天刚把王者重新下回来。玩了伽罗，不是昨天，前天排练的两天。你玩的厉害吗？我可以跟你们匹配，我几百年没有玩过了。我也我不会玩。但是我们没有人打野。我可以打野，但我打野我超级菜。我觉得亲亲长得就像打野的。我长得就像打，我长得像那个镜。啊，那个镜我知道，这个、就像吧。新出的。对对对。很久之前了。我只会玩的，因为血厚。就是照死冲嘛，就是没事干就冲，没事干就冲。站桩输出也不是喜欢，就是他手比较长，我就比较爽。他手比较长。那他比较。钟馗手也比较长。就是可以很远很远都不进那个圈，然后打卡。反正我觉得我最好用的就是扁鹊，我的青青比静美。哎呀，青青老美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大我跟你说，青青那小脸儿可小了，那小脸儿。我昨天夸了青青八百遍，你真漂亮。真的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哦，对，不是。都不记得，太美，海王就是这样的。太多人夸你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你夸我，我不相信，你知道吧？你以为是寒暄吗？夸的不够真诚吗？你真的很漂亮，真的真的真的很漂亮，还不够真诚吗？我夸你，我眼睛真大，哎呀，别看了，我要害羞了，我要。谢谢谢谢，不是，主要是我昨天他们谁还夸我说像洋娃娃？你真的很像洋娃娃。可是你像我昨天皮肤很差。皮肤差和漂亮是两回事。皮肤差跟漂亮。不影响，影响影响，我就皮肤差遮个瑕不就没事儿了？不行，我那你真丑。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很丑，然后就是夸我漂亮的时候，我就会不相信。我都说了一般美女都觉得自己丑，一般美女觉得自己长可丑了。哦，他真的很凡尔赛，你知道吗？长得很漂亮。然后娜姐，我就说，那你们这些长得漂亮不能烦恼，那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，都是我长得漂亮。拿起镜子，哇，最后正脸的那个。怎么这么太好笑了？不是，菲菲真的很凡尔赛，她都瘦成那个杆了，她还说。什么这个总选服很显胖，然后太胖了怎么的？说我的天哪！我吃一口饭，我就是什么？对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他每天，他每天跟我说自己老焦虑，我真的，我咋啥都不焦虑？他就说自己。我焦虑，我你看我那个叫有点焦虑，我扯一下我裙子，扯。裙子要穿个睡裤出来，裙子穿个睡裤多好。确实，裙子出来了。啊，哎呀，我的美腿的肉，哎呀，不行。不行。不行，你看青青现在。美女可以说自己丑，哎呀妈呀，那你何阳依依，哪个会有这样的 ID 啊？不是，你知道他竟然很过分，他竟然 ID 叫何阳玲玲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说。让他改名字，然后他就改成何阳依依，不像话！现在他们太不像话，你知道吗？天天迷死我，还说我是在迷死我自己，不像话！对，干得好！震惊！主要是什么大老婆、小老婆，为什么就
左边，你的左，为什么我是小老婆？大老婆管钱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想的大老婆。你有这脑子管钱吗？那怎么了嘛？我可以凭一己之力让青青直接破产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我要笑死了！凭一己之力让我破产。怎么回事吧？不是，你知道我们玩游戏小鹿都是那个当银行的。对啊，我大富翁都是做银行的。对，大富翁他是靠赚钱的。我的用途是让青青快乐。对，你是让我快乐的，你是我开心果儿。不是，是风筝，姐姐就不管了。哦，那我可以让你。娜姐又开始了。不是，主要是我有点。我脸红了，不是，我有点担心哦。你担心啥？担心师傅不好。你不说你身体受得住？救命救命！这个直播间一会儿不会被封了吧？对啊，直播间不会被封了吧？行。珍惜直播间，朋友们。我很行的，我跟你们说。哦，你很行，你很行。相信吧。谣言。有啥谣言啊？他们就觉得我不行，我很行的，好吗？啊、哦，好，你行你行。完了，我在你直播间这个形象，哎呀，维持不住我潘老师的高大威武形象了。你在我直播间是什么形象？我觉得是鹿啊。没有形象。是小鹿啊。不是小老婆，小老婆不是干苦力的，小老婆是每天宠着的。要不在工作的。工作是什么工作？宠着一天。一天，娜姐一天天的就。小老婆是工作，是事情。网文主角。我们小老公一般是每天很忙的，你知道吗？说我在你面前特殊对应。对啊，多甜，多好。潘老师的青露。潘老师的青露。青青露。青青露，哇，好可爱的名字。青青露。哦，天哪，我们好多鱼啊。青青啦。你这名字取的真太好了。对呀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你跟谁都青青可以哦，这个名儿都很对，我就他们问磕谁，我都是磕青哦，哦，哦，对啊，青青好怪，和陆青青，和陆青青，要不是怕直播间被封，学着点，娜姐不是逗青青开心，娜姐是让青青开心，你知道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啥意思啊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嗯，我要带着很开心。你没有明白，青青怎么回事？啥呀？没明白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不行了，我的法令纹就不能再笑。你，我哪里奇怪了？我很正常啊，一直这样吗？哎呀，笑得我。笑得我什么纹路都出来了。你们只是平时没有机会看到我真实的模样，真实的面目。你要参加我的综艺，让你看到，让他们看到你真实的面目。面目这个词，好像好可憎的样子。妈呀！真实的可爱模样。好。嘴巴不会说话。安排。小鹿要是嘉宾的话，一定得数钱，数钱很有钱，钱能给我吗？别让我数了，到时候钱还拿回去，没有没有钱可以给他数钱。我给你做一个，我给你开银行，开玩笑吗？哎，我刚才说到这个了，我说我们在那个昨天在台上的时候还在开玩笑，那一定是不值。对，那得说给我做个凳子。想起来了。昨天说青青明年是吧神七说什么那是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是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的然后大姐说给做一个，然后我说为啥要给做一个呢？不能堂堂正正拿下来吗？可以，你要是你们说是做这神七吗？我不记得了，说的什么，反正就是凳子吧。对，做个凳子，然后我说不能堂堂正正拿下来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样的，是青，我感觉青青有点 emo 的时候，也不是，是不是他 emo， 可能就是我觉得他 emo 吧。然后我就说没事，那也给你做一个。然后，对啊，我们青青怎么了？我们青青不能直接堂堂正正拿下来吗？没问题，我跟你讲。那个七，我跟你说，拿下啊！拿下。七，你知道吗？对内神七，不要怕，没事，开玩笑嘛。没事，人有梦想，人还不能有梦想了吗？是吧？那个
叫什么？我很怂，叫什么？上次那个叫什么？哎，那个叫什么？要是拿神器啊，就是那个这后面几个不是没有斗篷嘛？就人家拿椅子，你做个斗篷，我给你做个斗篷，不错吧？哎，我怎么这个话是安慰谁来着？不是说给我做斗篷。是给你做斗篷，说的是给我做椅子，跟谁做斗篷？谢天一吧，是不是？我忘了，啊，好像是吧？说忙了，你好忙，手工活要去给人家做这个做那个做道具，别人在我在后边支撑旗，大家在总选台上等着的时候，然后娜姐在后面踩缝纫机，我们密谋做椅子做斗篷。做皇冠也是，又要做木工，又要做布艺。老公拒绝了吗？我好害怕呀，怎么办？开玩笑吗？我们是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别上线了。应该不会的吧？至于吧？苦力实锤。对呀、啊，我很工具人啊，那我每天就是工具人。那去，那也是块砖，哪里缺往哪里搬着。我以前觉得这样可好了。真的吗？哪里赚吗？哪里搬？对啊，就说明你这个人有价值。哎，或许娜姐的手工活被看上，你可能会拥有第二份工作，兼职。每次快到总选就去服装部，踩缝纫机。四八道具最欢迎。我们对的衣服一定要最好看啊，知道不？知道吗？下次不要做这种很拉的衣服。给我们偏心。我是第一次感觉到什么，就是，就他们不是上午在开升写吗？我们队的衣服别人都不愿意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拍身写拍的那个，别人都不愿意穿，是吗？对，他们拍身写每个队的都可以，就是都可以借。对，可能觉得分腿的会更显瘦。对对对 对, 对，而且就会有腰。我们这个很像第三产业的。我们可像那个迪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吗？我觉得还好呀，就除了我这个很大，你看我这个镂空。你当心点，当心点。啊。哎呀，这是谁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口音要来了，口音就好，你扎包了，你扎包了，我喊叫你永远都不扎包，你好可爱的这眼睛，好尴尬，那我还能不能，我还能不能存着拥抱了，笑死了。不用那么好的光，就坐这儿吧。那个，你手要不要再长一点？要不娜娜你坐我这儿来吧。要不我也去吧，我要不然那个，哎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这边空挺好。娜娜坐下，坐好。小若。我想问你，哇，你这个镜头原来好好看啊！哇，未来。我要不然没事，坐好。哦，好。那我是坐还是不坐呢？铁子们，我好像有点那个叫。你在干嘛，大姐？你在干嘛？大姐在害怕。左边亲亲右边可拥抱，可以左拥抱吗？你可以左右拥抱。我觉得小鹿你那边灯光挺好的吧？不好吧？你就别搞这些事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死！那我没事吗？坐坐。正常点。哈哈哈！我打人了，太好笑了，我一等，大姐脸都红了。大姐坐立不安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太好笑了！你怎么不把手伸出来呢？能不能闭嘴？那我是说，我说点什么？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工作，来，工作，咱们做完，工作，工作，工作，我的奶喝完了。对呀，我们都说我们这边信号为什么不好呢？不用再离开了，我们这边信号很好的。
事儿，靠美貌，美貌撑起一切。对，怎么又看到你了？在也在游荡逛圈。你要逛街？拍四个人的。哎，可以来一张啊！他好像四个人工作的样子。等一下，我是想。会不会被挡住？被我的手机挡住？我脸上有光吗？会不会没有光？皮皮肚子。你在干嘛？揍你！好端正。对啊，握手会都算。我左右，我右上，我右上。翻白眼。刘贤来坐我腿上。刘贤来坐我腿上。躺着。来坐。你这样累，对，没事儿，亲亲。哎，有个请求。什么？要干嘛？贴贴。请求贴贴。贴贴，这是啥模式？一会儿，亲亲说，你别爱上我。您说啥？啊，什么请求？起来贴。站起来。让我干嘛？起来贴。我来帮你们拍。你干嘛？我们表情好狰狞。不是，这太近了，好丑，我好丑。哦，耳机掉了。不丑。我还以为你要亲亲呢。以后可要多。我还以为你要亲亲呢，不是你的请求就是这，就是蹭蹭。哎，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他们说你没开二度了，然后让我拍拍。什么叫没开二度？你跟别人也蹭蹭了。那你俩蹭完了不？再蹭蹭。啊？不是，你的请求就是这样。天草就好了，你不用告诉我，你知道就行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请求？谁的请求？就是、你被安排了。被被谁安排了？谁啊？说这世上还有我不认识的人？说出他的名字。拜拜。我可以不完成吗？好奇怪，反正他也不知道。对啊，哦，确实，他说让我跟谁，他说让我跟天草蹭蹭。那我现在就是天草。完成啦，那我呢？哈后来发现蹭完粉都掉了。确实，我的粉都滴到脸，别人脸上了。那我们是不是五点出上？几点了？我不知道，现在好像是。哦，五点了，大家还想看来？我刚才不就说，哎呀，掉粉了，不就是说把手机横过来吗？那我们要撤了是吗？就是可撤了是吗？好像是，开始在撤了。刚才最开始的时候，安静就是叶总来了，这里就瞬间安静了。刚才是因为叶总来了，所以大家突然就，刚刚正好在蹭严娜的时候。真的吗？没关系，我看到没见过女孩子的友谊吗？就是。确实。没关系的，只要不。阿静吗？你们油还是我油？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说的话。他们说啥很油？美貌，他们的美貌看得够吗？是的。那我们撤吧，就到点了。
到点了呢，我们将再见。这是在哪里？这是在这个直播间呀、啊。我下播了，听听。你赢了几点？行。咋了？要干嘛吗？哦哦哦。那我下播啦。那我是等着一起下播呢，还是？你们可以先下，因为我开了两张找耳机照片。好、哦。他们说正好食堂开饭了。哦，咱们干饭去吧。哦，吃饭大姐，哦，咱们干饭去吧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。明天见。河南是北方。河南。是。是那耶星星星星星星变成狗了，星星昨天跟狗打架了，哈哈哈。为什么？我看了四次还三次。你明天拿快乐博士是他们不想了，天了，他们都在说拜拜了，拜拜，那走吧，走吧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啊啊，这边光，哇，这边光好好，拜拜。